边蒜开开胃。那后边种的黄瓜啊，这是后边种的黄瓜，来一口。嗯，刚蒸出来黄瓜真好吃。给我擦嘴助理那有助理啊我拿把蒜我混成跟个明星一样成助理了有助理啊又来白菜，这海菜老好吃了，家人们。还算吧，我有点不好意思啊，都第一次在外边拍。哎呀，这是我自己家种的黄瓜啊，就一点，刚蒸的现蒸的黄瓜，特别好吃。嗯。